来测试那个 Face ID 的解锁速度。现在手机拿起来，然后它就会自己唤醒，手要先滑一下，辨识到脸。OK， 它就是马上进去了，速度非常快。再试一次，手拿起来唤醒，唤醒，滑前，其实它现在已经解锁了，它已经 unlock 了，只是我还是要再滑一下才能把它打开。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，你拿起来先解锁，拿起来先滑一下，让它去扫你的脸部，然后再解锁。其实步骤都一样，都是先滑一下，然后让它去扫脸。它只是说扫脸的速度非常快。那扫脸的重点就是你的画面要距离你的脸大概30公分左右，让你整张脸能够被这个前镜头扫到。再一次哦，它已经解锁了，很快，非常快。